这个好难拉，这个太难拉了。琼哥好厉害，果然是狼，有策略又有战斗力。你看背后吧，我看前面。你看背后，你看背后，后面有猎人，后面有猎人，背后猎人，背后猎人。小明哥，快点儿！王小明和贾乃亮拉闸成功，蓝队抢先完成任务。要小心了，开始躲。完了吧，红队，我们赢了。红色区域彩虹谷的猎人放出，展开追捕。那边有人。啊，完了完了！我们现在有四具猎人，那就放出来一具了，走吧。那具放出来了，对，放出来。彩虹谷有四具，天哪！哇！好厉害啊，他们好厉害，感觉好极了。哈，还一头来跟三个，特别棒。Yes。我跟你说，杜森现在肯定特别郁闷。你不是任务王吗？你不是任务粉碎机吗？送你一首歌。我的家就在这个屯，我是执行任务最厉害的人。完了，蓝队任务成功了。